是想象一下，如果作为女生，感受不到大姨妈杀气腾腾的痛苦，生孩子的时候也没有一丁点的痛楚，这人生是不是很爽？这是来自英国，现年71岁的卡梅伦一直经历的事情，但是，很多人羡慕的他，却表示自己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。说起卡梅伦这位女士的一生，还真的很有趣味。在小的时候，她和普通的小孩子没什么不同，因为调皮，她在8岁偷偷玩轮滑的时候摔倒，使手臂摔断了。但卡梅伦一点也不觉得痛，因此没有理会。直到3天后，她的手臂一甩一甩的，母亲才发现不对劲，带她去治疗。在家里帮忙煮晚餐的时候，就算刀子切到自己的手指，也丝毫没有感觉。直到看到食物上沾满血才知道。打算烘烤曲奇的时候，直到闻到一股烤肉的味道，他才发现自己的手臂靠在烤箱边，而烤熟自己的肉。直到他结婚的时候，身边很多的朋友都说生孩子会很痛，但当他产下一子一女的时候，压根就没有一点痛苦。随后他到处和别人说，生孩子是很简单轻松的一件事情，反而遭到周围人的奇异眼光。卡梅伦和丈夫吉姆还有子女的合照，摔断手臂，割伤，烧伤，生孩子完全没有痛苦。这是卡梅伦前半截的人生，到了后半截的人生，他依旧是那么的令人难以置信。而卡梅伦的出名是在65岁的时候，当时他发现自己逐渐连走路都成问题，一拐一拐的，因此到拉格莫尔医院进行检查。拉格莫尔医院经过检查，主诊医生发现卡梅伦臀部的髋关节已经严重错位，现在的阶段基本不可能复原了，是明显的患有严重骨关节炎症状。这种疾病本来会造成关节僵硬，并且伴随剧烈的疼痛为明显症状，但是卡梅伦没有一丝痛感，到发现的时候已经不能挽回。同时，医生发现卡梅伦的拇指因骨关节炎而变形，需要手术摘取内部一小节骨头的地步，过程是相当痛苦的。但是同样的，在手术过后，卡梅伦不需要服用任何止痛药物，这些现象令医生疑惑起来了。在详细的询问下，医生发现卡梅伦从未服食用过止痛药，包括产后、牙科手术后等，最后决定将卡梅伦转到伦敦大学疼痛专家处进行检查，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卡梅伦被检查出 DNA 异于常人，而且有明显的突变。第一组是 FAAH 基因，这组基因很多人都拥有。该基因会分解一种 anandamide 的酶。anandamide 是疼痛感、记忆力和情绪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含量越多，镇痛能力越强。第二组是 FAAH 的姐妹基因。FAAHOUT, 这在以往研究中是被认为无用的基因。但是卡梅伦的这组基因突变了，成为至今为止从未被发现过的基因，能够针对 FAAH 基因放大 anandamide 的含量。检查结果证明，卡梅伦的 anandamide 的含量是普通人的2倍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卡梅伦并不会感到疼痛，而且这种 anandamide 含量的提高能够让人得到快乐的情绪，但副作用是健忘。因此在一个针对压力和焦虑的测试中，卡梅伦的焦虑指数居然为0，然而很容易忘记字母和事情。卡梅伦自己也表示曾经发生过一场车祸，
当司机和乘客都吓得惊魂未定的时候，自己反而在现场安抚和救助伤者。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也伤得不轻。博士决定研究卡梅伦整个家族，试图找出这种基因的来源。左，吉姆。中，卡梅伦母亲。右，卡梅伦。通过追溯，卡梅伦的母亲和女儿会感到疼痛，但儿子继承了卡梅伦的部分基因，有一定的抗疼痛能力。而卡梅伦的父亲曾经在战争期间留有一弹片在腿部，却没有使用过镇痛药。根据卡梅伦的描述，父亲很多时候的表现也和自己一样，因此可以知道这种基因是从卡梅伦的父亲身上保留的。不但如此，卡梅伦携带的这种突变基因还有其他的作用。在一个吃超级辣的辣椒测试里，博士还有丈夫的表情已经受不了，但卡梅伦对此没有一点感觉，还是满脸笑容。他的这种基因甚至能够加速伤口的愈合。卡梅伦表示，在一次和丈夫背包旅行的时候，他不慎跌倒，摔断了下巴，掉了两颗牙齿，嘴唇爆裂。丈夫要求回国治疗，但他就这样硬生生完成了整个旅程。最后回到国内，表面伤口已经康复了很多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虽然这一生经常弄到自己满身伤，但依然能够比较好的愈合。换住普通人早就满身后遗症了。而一篇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刊登的关于卡梅伦案例的研究，更是让他一下子成为全球炙手可热的研究物件。众多的媒体邀请他上台，现场尝试各种诸如冰水、针刺等测试。这对于卡梅伦来说，对比以往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情况，已经是小巫见大巫。她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名号，不会痛的女人。目前通过对卡梅伦体内唯一基因变异的研究，有望在基因治疗领域、药物领域，诸如镇痛药还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药物治疗等，做出一个划时代的突破。而卡梅伦因为在父亲的生活影响下，一直认为自己身上的特殊是很理所当然。他也是直到65岁才发现自己的不同。因此研究学家认为，全球拥有类似卡梅伦这样的人可能会更多。卡梅伦对于医学界和人们来说可谓是宝藏一般的存在。但是自己在这种特殊能力下的生活可不是人们眼中的那么好。很多时候发现身体的问题已经是不可挽救。用矛与盾来形容卡梅伦这位老人，或许是最为贴切了。